由于藤蔓一直以来它的出现就伴随着各种真哥外号而来，没办法，谁让一代的真哥太耀眼了呢？由于藤蔓金卡阳光效125，重置冷却5秒，能够攻击33范围内的僵尸。当僵尸出现在忧郁藤蔓攻击范围内时，会发起攻击。同时，如果其上有暗影家族植物，则会进入暗影形态。二阶，忧郁藤蔓上的暗影家族植物攻击力增加15%，僵尸被忧郁藤蔓攻击减速30%。三阶，忧郁藤蔓上的暗影家族植物攻击力增加30%。僵尸被忧郁藤蔓攻击减速50%。四阶，种植时有中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是持续吐出气泡对3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，当然墓碑也是能打到的。五阶，忧郁藤蔓的攻击范围扩大，如果在月光花范围内，忧郁藤蔓会进入超暗影形态。忧郁藤蔓第五次攻击时，会向四个方向额外喷出烟雾，烟雾对命中的僵尸造成伤害，同时有15%的溢伤效果。在双人对决中，忧郁藤蔓加柚木投手的阵容还是相当不俗的，个人建议呢，一阶拿下即可，高阶不值当。万物皆可测评，我是小撒，下一期再见。